要去宴会厅三参加活动，找半天啊，这地方太大了，找不到。在这边，品质感作者上岸计划 vlog 垂直闭门会。哎 ，Hello， 来了吧？哎，嗨嗨嗨，碰到阿龙了，8090。然后还有九大哥，这边都是我们 vlog， 然后都是旅行的。出门那个了吗？就那个叫放什么放手一搏，下了角度了。你去玩啦？对对对，比较刺激是吗？你两个都玩了？对，我两个都玩了。哟，那个我有点不敢，他那个钻在那个里面的哦，一钻就上去了。我觉得数一二三的时候是最恐怖的。子悠大哥有没有去玩？没玩。没玩，那个可恐怖了。什么东西？跳伞。哇，你太猛了，你太能刺激了。错过了那个感觉之后，就有点兴奋了，就感觉还好。你是三号装？对啊，为啥要把你分开了？我得跟他说一下。换了一个。他说随便坐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现在在参加这个 vlog 的活动，然后。做游戏，做游戏，我们这里有一桌人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一桌有旅游领域，还有其他 vlog 领域，子悠大哥，还有张一奇，还有半仙，还有 KK， 还有我，小鱼他们家。你赶紧改一个有意义一点的，都没做过的事情。对，有意义的事情。每天醒来都打开，先打开西瓜视频，就打开。哎，这个就有意义了。要不西瓜总动员吧？西瓜总动员，西瓜总动员，名字改了，名字都改了。这一页的名字叫西瓜总动员，然后我们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都做过的事儿是。每天打开西瓜视频，没做过的事儿是从来没有一天不打开西瓜视频。颜色的呀，那这个颜色挺好看的。谢谢，我们一人拿了一件。我这是42的。我不知道，他说均码的。啊，哦，就是42。嗯。领了两件花衬衫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拉个小群，然后咱们在群里。可以可以。你来拉吧。你来拉。好。Hello， 你们。一会儿吃饭，一会儿吃饭。马上一块儿吃饭，去哪儿？哎，不是餐厅啊，这是谁请客？西瓜是客。哎，现在开始建了个群，然后呢，晚上一起聚餐，然后西瓜请客，对吧？抱在胸口，抱着抱住。就是这个吗？就有这一个，就这一个吗？可以了吗？一个就行了。牛，菲菲加油！他也抓到一个，他也抓到一个。我们抽到一个，这不是抽，集齐五个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然后就可以拿一个小风扇，我们实际一点啊，不要想大奖，拿个小风扇就可以了。是，我们的大部队现在正要前往沙滩的路上，这是我们旅行小分队，大家都是开房车币。那我觉得啊，像咱们这种啊，每天能聚在一起，把所有的车都开在一起，然后在哪里，那真的厉害，弄个篝火晚会啊，然后可以可以可以唱唱 K， 哇塞，这是简直就完美了，就哇塞，哇，这边的泳池真好看，你看，还有一个，隔一点就来一个帐篷，隔一点就来一个帐篷，哇，亚特兰蒂斯的酒店大楼。看着还是很壮观的。这个下面看开的直升机哦，底下还有一个直升机，999起，什么意思？就是3-4千的都有。嗯。啊，我们已经到达海边啦，这个浪有点吓人的感觉。
在已经来到海滩。这个海滩真的是有点，这个浪大的有点吓人。我觉得这个，这个绝对是冲浪的好地方。对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可惜。哎呦喂，波涛汹涌啊！好想下去，这种冲感受一下冲浪的感觉啊！这个浪太大了，咱一下也裤子都有点怕。我得先穿一下那个救生衣，完了以后拿一块那个板子。看看有人下去了。哇！这鞋子应该脱在上面。哎，对，咱把鞋子脱了吧。嘿，嘿。这个浪是特别大。要小心一点，不能太靠近。你看这个浪很大。好高的浪啊！你看它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哦！有没有头皮发麻的感觉？看，你看那边。哇塞！你看，你看。啊，有点恐怖了。哇！都湿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的房车生活。然后，我怎么也打算？我自己都自己要接受一下。Hello， 我也来凑个热闹。拍完了都，我还没摆好车，我还没转过来呢，你们都拍完了。哇，这浪也太大了。刘大哥，你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别走太远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浪好，这个浪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冒险的女人。500万的大咖呀，他是唱歌的，唱歌领域的冠军，特别漂亮。刚刚发现哦，地上有半截鱼，不知道被哪个动物咬的，还挺新鲜的。哎，可怜的小鱼儿。我们现在逛了一圈，要打算回去一起吃饭啦。大家聚聚会，吃吃饭。这个大海真的还是挺震撼的。比我之前见过的海都要震撼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过来拍个无人机啊。还有时间？明天早上。哇，一群人在这边冲水。然后一会儿就回酒店了。我们一大帮人来到这个西餐厅吃自助餐，先去占个位置吧。好。你好，他券已经给你了。找个大的。我就觉得你这个拿的像一个魔杖，有没有发现？拉拉小魔仙变，变一桌子饭出来就好了。这是禅杖，可以的，可以变一桌子饭，而且咱还不用买单。那就看你的了，早说嘛！我前两天还自己点餐。今天晚上大家在这边聊得好嗨呀、啊！你做这个生意，我做那个生意，大家一起在那边，而且以后想见面很难，我们见面太容易了。都舍不得分开了，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。相聚哈、啊。对对对。哎，幸亏我们是做旅游的，也方便。对，对吧？合张旅游，我觉得真的这拍张照片吧，咱们合张也行啊，行啊，行啊。行啊，当一群可爱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时间就感觉像是被加速了一样，飞快的流逝。四天三晚的时间就像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因为西瓜的聚会而从各个城市飞奔到三亚相聚。当要分开的时候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：为什么我没有早点相识呢？为什么西瓜不早一点举办这样的聚会？聚会还没有结束，大家不由自主就已经开始在安排下一次相聚的时间了。遇到这样一群可爱的人，是我们人生当中宝贵的财富。我想再跟你们说一句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